想什么呢？淋完雨之后，当然要先洗澡了。那我去洗澡。今晚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 干嘛呀？我都淋透了，不换下来，等着感冒啊！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害你淋成这样。快点去洗澡，小心感冒。哦。 去床上睡。什么？不去的话，可就算了。我去。哎呀，啊，还是床上舒服呀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有点不习惯啊。不用感谢我，你呼噜声打得太大了，我也睡不着。 我打呼噜了吗？不会吧，江南。嗯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今晚可能就要睡大街了。知道了，快睡吧。 江南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给了我一个又一个的好运。 让我最后的时光变得那么幸福。谢谢你。江南老师好。送给你，磨牙棒。 还小，你才需要呢。哎，刘导，女浩怎么还不来呀？一会儿上不了妆了。等一会儿来不来还不一定呢。哎，那我化不上妆，谁负责呀？不用你管，你这部门都落实好了吧？好了，没问题。怎么了？导演，女主角有事儿来不了呢。江南老师，要不您再打电话去问一下。胡闹！我拍戏，你不给我演员，你让我拍什么啊？我让你告诉制片组，不管出什么问题，演员给我找着。 拍出我要的东西，我要的美，这些。导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女主角 Lisa 说什么阑尾炎来不了了。导演，您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因为这个 MV 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消消气，麻烦你了。给我找人。
找演员，我要拍。出大事了，女主角要换人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不是你真不知道，刚才制片人兴高采烈的给我打电话说顾佳怡要演。哎，你说这女人怎么就不死心呢？你说她以前怎么会接这种 MV 演呢？哎，我现在怀疑Lisa发阑尾炎是不是她搞出来的。 姐，你看咱那行李箱都快装满了，这些衣服还带着吗？带着呗，正好拍完 MV， 我还可以跟江南在那边逛逛。对了，车什么时候到？应该到了，我去联系下老方。哥。 梁哲拿下了 MV 的女主角，但是没想到顾佳怡去了，他自己主动和制片方那边开口降片酬去的。等着看好戏吧，这事儿有人比我们更着急。瑞哥，瑞哥在呢。 辛苦你和制片人沟通一下，主要表达两个意思：第一，如果顾佳怡来拍，我们的合作终止；所有的损失赔偿由我来付。第二，我已经有了合适的 MV 女主角人选。如果制片人不反对，可以选用的话，我的片酬可以不收。另外，如果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，MV 的所有成本由我来赔偿。你等会儿啊，前半段我理解，后半段 MV 女主要定谁啊？ 我认识吗？许多成。嗯，这首歌的灵感就是许多成给的，所以她是最合适不过的女主角。懂了，你想清楚就行。想得很清楚。行，那剩下我来帮你。 那颗豆芽菜，不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反正必须要让我出演。怎么回事啊？吕一浩怎么突然不演了？没事，放心吧，包大人在处理了。但是，可能就需要你帮个忙了。 我能帮什么忙呀？救场。救场？江南，导演好。这就是你介绍的那个女孩啊？对，也是我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剧本看过了吗？她会弹钢琴，也在琴行带学生。剧本，我想她应该比我还熟悉吧。最主要的是。 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。真情侣一起拍 MV， 默契度肯定没问题。来个部门，梳妆准备啊！简单，交给你了。嗯。不是导演我。因为你，才有了这首歌，所以你本身就是这首歌的女主角。你要相信你自己。不是我真不行。 江湖救急嘛，要是你不拍的话，那这个 MV 就拍不成了。林月，哎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姐。 怎么了？这一会儿啊，你就再把这个走位再走一遍，啊，咱们把戏过一过。好，然后，哎，导演，演员好了。
获奖了。两位刚刚都不错，都不错。我要的是真，我要的是一对真实的情侣，在咱们的 MV 面前展现出你们的真情实感，真，真才能打动观众。来，看对方，看对方，对，注视着对方，好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，好，看着，看着，进入到你们的感情，想象你们生活当中。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你睡不着啊？嗯，我也是。哪儿来的呀？今天导演送给我的，导演说今天拍的特别好看。许多成，你是第一次拍 MV 吗？那当然了。那你是第一次淋雨吗？那当然不是。那是第一次淋雨拍 MV 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最后那组镜头，专业演员可能都拍不出来。你说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演员呀？那你是想多了。睡觉，明天我还要早起出去玩呢。还要去玩？上回丢了手机，这回打算丢什么？我只要不把我自己丢了就行。这可真说不准，你要是把自己丢了，那作为你的债主，我岂不是亏大发了？
没事，天女散花，岁岁平安。擦一擦。又给你买了一个，谢谢。息而不死，枝繁叶茂。这棵树啊，可是很灵的。你还信这个？你好。啊。在大城市里待久了，偶尔出来放松放松也挺不错的。是挺不错的。日落真的好美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辉煌的落日过后就会迎来满天的星河呀。还是第一次这样看夕阳，喜欢吗？嗯。其实你看到的这些啊，就是燃烧了几亿光年的大火球。你怎么这么会破坏氛围啊？不过说真的，你看到的这些光芒，也许早在几亿光年外燃烧殆尽了。你不觉得这样才浪漫吗？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几亿光年他们最后的辉煌。他们的光芒正在穿越银河，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
赶来见你。徐多成，我发现你挺有写词的天赋啊，刚刚那句就很好。真的吗？那我刚刚有给你带来灵感吗？你会不会再写一首新歌？我考虑考虑吧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跟你这样坐在一起聊天，感觉真的就像做梦一样。那你觉得谁应该在我身边？展之琳啊。其实我也知道你一直想问我和展之琳之间的事情，但这些事情很复杂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而且这些事情过去很多年了，我也不想再提了。总之，离他远点。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坏人。对，他不是坏人，我是坏人。你们两个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一提到对方都气鼓鼓的。他说我什么了？就说什么？算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他说我什么。你怎么了？被你气得胃疼。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我像开玩笑吗？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，走。好点没啊？没有，先看医生去吧。嗯。慢点啊！不行，大男人怕什么痒啊？女朋友摸不痒吧？来，小姑娘，帮我，来。啊！韩志，有硬块吗？有。有。小姑娘，这是腹肌，她在憋着笑呢。那腹肌能不硬吗？今天都吃了什么呀？我们今天去了景区的小吃街，喝了奶茶，还有糖。这是消炎药和抗生素，挂完了还得换一瓶，你叫我就行。辛苦了。谢谢护士。不客气。真是委屈你了，本来想陪你出来放松一天，还要连累你陪我住院。都是我不好，拉着你吃东吃西的才害得你住院，都怪我。那既然你都已经承认错误了，可不可以让我早点休息了？嗯，好，你快休息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去？